我怎么有洞有洞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做绿豆糕，然后我们请来特别来宾。我要先自我介绍吗？对对，麻烦请自我介绍，谢谢。我是应用外语系三年级的张哲伟，大家都叫我哲伟。然后我们邀请来了跟我同班的前乐音社吉他手，还有什么英文自工社，英文自工社的社员，然后现在戴着绿色的帽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绿豆糕，材料有，大家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是蒸过的绿豆仁，然后我们已经加了砂糖进去，也有点像绿豆糕的样子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就是绿豆糕现在变成这样子。你这样就好了啦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是在我倒出来的部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用卡。这样子啊，直接这样子吗 ？I don't know 。这边就是锅子快炒，真的、哦，所以你要开火，等一下还要开火。你有一种第六感生死恋的感觉。等一下我们会用黄油在这里面，然后让锅子受热，然后这样子，就是等到整个锅都是油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开始炒我们的绿豆，就是有点像是在，就是炒东西都要用到绿豆。都要用到油的啦。对，就是你们看锅子如果是湿的话，是没办法再煮东西，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之后食物上的味道上面会变质，而且它也有可能造成它比较容易因为毕竟这个水是外来物质，它可能会让食物的新鲜度降低，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把锅子热一下，热到。其实可以直接用擦的就好了啦，就是比较不麻烦。他们是这样子啊，好尬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你们还是热锅子，因为它等一下食材会碰到锅子的边边，然后所以我们也要顺便让边边也都受到热。是直接全部倒进去？对，全部要直接倒进去里面。那接下来要干嘛？接下来又开始要拌炒，大概要拌多久啊？这要拌就要拌超久，这个就是超久，有没有个大概时间？15分钟至少啊。火都是大火吗？小火，要用文火去炒它。现在这一坨，我不知道叫它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这坨黄黄的东西，它，它的水量现在大概，假如说是50%好了，我们可能要把它炒到剩30%的水分，这样它等一下才会，就在捏起来的时候才不会太黏，但是又可以就是固定成一个膏状的东西。那你要怎么判断它是30%还是50%？这个真的就是要靠，就是做了几次之后，然后每一次就是偶尔下去摸一下，然后这样想。铁砂掌。请问现在里面加了什么呢？可以他们。然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做压模，压模的话就是我这个模子，就是你们平时不是会看到就是绿豆糕是很漂亮的形状吗？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它把它就是到时候我们先把它搓成一小坨一小坨，然后塞进去之后。这样按出来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。你看，就是先这样把它弄到之后，再用刀子这样把它弄平。哦。对，然后因为汤匙它会造成一个弧度，对，所以用有一个平面的东西比较适合。然后现在这时候手就会很脏，然后看了，但成品会很好看。好，然后你看哦，这样用之后再把它挤出来，应该会很好看吧。对，等下不应该是这样，等下，哎、欸、怎么办？等下黏住了。我们两边麦克全部都逼。你平常绝对没有在搓。哎叫我。没有，这两个就是要把这两个抠的啊，这个就是摔断的。哦，对吧？你看看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换下去最好是换在这样子的哈，这4方形就可以换了，这样换。你看，哎，旋转一下不是扣住吗？刚刚有旋转啊！你刚刚有旋转，就不会掉下来的。啊，如果你看把它拆下来，
这样不是拆开的吗？有吗？哦，是这样，那就。啊，这就是先斩哈。啊，先斩的时阵，我都无甲你讲，先抽个大概十个。因为什么啦？干的啊，就像这样子，因为表皮等一下就干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大小差不多像这样子这样。啊，那个差不多，现在那个大概十个。啊，八个十个，这个太大了。这太大。嗯。所以有吗？对，没错。要干嘛？油是放在这个边缘的东西，然后它是为了让绿豆芽下来出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会粘到，因为你看像现在这里面就粘很多，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没有上油。你说不定我今天弄出来比你以前做还好吃。今天是我做的，那我今天是总指导。做出来是这个样子，我不敢说是我做的。好了，大家猜我。一个人做一次机会哦，好啊，一个人做一次机会。变这样，哦，呀，哇！跟你讲，先赢一半。看，这是有认真就不一样哦。好，这一颗吗？就是要做过来，这样不错。哦，我都帮你抹，你都抹。我觉得这样是这么说。我觉得他告诉你。好，来看谁会做比较好。哇，这个拍的。哇，这个。说你做的 key 感 key 感，我你要傻眼收背。我们这比赛等一下是360度翻转，然后看谁做的最好。对。没有回去了，没有，我机会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机会了，你已经用完了。没机会，没有，就这样子，真的吗？就这样，没了。好，就只能压一次而已啊，那个。还，不要拖捏我呢。还评比一下，还评比一下。谁比较好？谁的比较好？好，今天是6月7号，是听说起来端午节。端午，好，端午节就是一个很适合吃月饼，还有绿豆糕之类的东西的日子。你们笑什么？哦，我好搞错，我今天应该是吃粽子。啊，剩下的反正我都已经做出来了，难道叫我重拍一个什么做什么粽子吗？好了，反正总之这是我们做的绿豆糕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吴启俊包出来的，这是我包出来的，然后这个是，反正这些都是我包出来的，然后这是吴启俊包的。好，总之这样子，然后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真的我们从2点就开始尴尬到现在，然后才开始这个不知道在干嘛的影片，总之谢谢大家。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商业机密嘛，然后不是说什么重大，然后不是说什么行销4P 什么 CSR 嘛，我刚才那就是大麻、罂粟花，然后还有什么鸦片，还有海洛因。罂粟花跟……然后我觉得我在我爸爸旁边讲这个好像有点母汤，该要修理。好，今天是6月30号，然后今天是。中秋节还端午节还是？今天是28号。今天是28号，今天是28号，然后，好，今天是6月7号，对不起。